12点，他10点起来画那他的事。对啊，对，但是实际你不能就11点画，然后约12点，你1点才出来。角度是这样，对，太夸张。为什么你们脸也没有那么大？到底要是好，到底有没有？有吧？那我觉得这不会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是给男朋友面子？对啊 ，OK， 这是 OK 的。女朋友漂亮是件多幸福的事，只要不过分就好了。但他 cosplay 呢？这有点久哎，讲了2-3个小时，对，穿越装扮了，好了，太 over 不要了，来来来，衣服又到你了。我猜5和 gay 蜜太过要好。我之前就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化妆师朋友，她就是个 gay， 然后她就是我的姐妹。嗯，因为我那时候想法还是想说我们是姐妹嘛，所以我们拍照可能有时候也会脸碰脸比较接近，或是拥抱。对，然后我男朋友都会觉得说，你确定他是 gay 吗？他真的不会有一天喜欢上你吗？然后是不是说不定是演的？对，然后是不是你声音太大了什么的？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有，这个有，有。就是跟他很多 gay 的朋友感情很好，有的时候会勾肩搭背的，或者是说就是很亲密。他常跟他 gay 蜜出去逛街啊，或吃饭、唱歌什么的，而且都两个人一起单独的，可以在同个房间里面，然后他只穿个小背心，这毕竟是异性吧，这我还是有点没办法接受，心里会觉得那种有一点不爽的情绪。他那个朋友毕竟是他从小到大的好朋友，我有讲的话肯定会大吵一架。好强啊！对，怎么会？你拿8000了呢？这个其实真的会，我就曾经已经遇过这样的例子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以前跟女朋友有一个共同很好的这个 gay 的朋友，那以前就是好到我们常常就是一起去喝咖啡啦，看电影、洗澡，对，然后太 over 了，逛街其实都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已经大家都彼此了解，而且我也知道那个人真的是 gay。但是直到有一天，我的女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，她跟那个 gay 出去玩，然后她视讯嘛，然后我就看到我女朋友穿的是我最熟悉的睡衣，哎呦！然后呢，那个 gay 从旁边走过去，我就在那一刹那，我就觉得他是男的，不是那一当下，我就不觉得他是男同志的，我就觉得他是男的。然后他们在开睡衣 party 而已啊！你从侧面看的，侧面没有，侧面看，因为男的走过去是侧面啊，一定是侧面，对，哦。那个叫什么？就是重装备了。对，他在跟你视讯啊，他从后面走过去，有他，只要他装眼睛，对不对？这当然不行，好挑衅，真的不行。你跟你女朋友最私密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哦，但是他们真的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是一个感觉，不是，有时候他搞不是双男跟男生跟女生，有时候他们保持距离就是会互碰对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而且还会帮他拉后面的拉链这个东西，这男生是受不了的，真的还好，对啊。但是你要考虑到我们的感觉，如果我们跟女生的闺蜜在一起这样做，你们会接受吗？你不要逼我们变 gay 哦。不要这样啦！有些还会帮忙乔奶，对吗？真的可以啊，真的可以，是绝对可以。我遇过更扯，是我朋友的，就是我朋友的女朋友，他们可能就是跟 gay 蜜就是认识太久了，所以有时候打招呼，因为有些 gay 会穿很紧的裤子，对，那女生就很 open 嘛，哇，你今天穿这么大一包，手就下去，哎呦喂啊！哇，这一抓那男的脸变老 K 耶，朋友归朋友，就男生都很少手就过这样过去了，更何况是女生对一个男生，对对对对。